这里是由刷刷刷刷威士快快快快开心的威士冠名播出的快乐哆来咪。湖北白酒讲个白哟，要得喽。吃得苦，泡得慢，不怕是耐得烦。这些干的是哪个？就是我。新的，聊你演一下，你打了我的手机信号。我咋？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湖南人三级跳。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长沙有点冷啊，但是看到各位心里就暖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跟我是确认眼神之后可以说出相同话的人，对不对？我们要说的是刷刷刷刷威士，快快快快开心耶、yeah！这里是由腾讯威视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城市魅力创拍节目《快乐哆啦咪》，我是经纪人小薇佳佳，我爱我的城啊！这一次呢，我们回家了，回到了新城长沙。说到长沙呢，肯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认识。那马上呢，咱话不多说，有请出三位创意推荐官，两位。尖叫声！怎么了呢？来了长沙用这种方式出场？对啊，因为、我上来就破音，好尴尬哦。文文，你不拿他插音。对不起啊，那个把这个送给我们现场最美的女观众来。哎呦！看一上来就知道，明天记得还来给我投票啊！现在就开始了。所以说这一次你看。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充足的准备。对，我觉得这一次绝对没问题，冠军。哎呀，杨迪什么意思？你刚才在干嘛？你还没有出场，好不好？来，来有请迪哥。耶，大家好。哇，杨迪。哎，我在上面已经受够了刘维的那些言语了。什么第一？细数这么多期节目，他好像。总的来说，没有一次助一位达人拿到第一哈，是吧？有谁呀、啊？那谁呀、啊？派翠克啊？最后没有啊？最终没有，就是我没有成为过推荐官，是最佳创意推荐官。对，但是我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你已经尽力了。我主要是留给长沙的，长沙这一站我必须得是。长沙你要发力了，是吧？对。两个都那么高啊，你称称自个儿几斤几两，对不对？因为长沙已经来过好几万回了，所以说呢，来过这么多回没送过礼物，所以说我送给大家个秤，谁愿意拿着？好了，尤其是你啊，来，端着吧啊，你看看多好，送秤。对，因为他们俩人都说那个什么这个节目特别的难，对不对？确实是真的挺难的。因为老是当一个冠军啊，感觉心里头特别的痛苦。就两次，不好意思了。对，一共六期，就两次就不错了啊。我觉得你们三个这次回到长沙特别不一样，是不是？回家了，熟悉的地方，对，太熟了这。但是因为熟悉，反而如果要拍一些大家没见过的东西，有点难抉择。是，这次好拍熟悉，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好的搭档来。哦，又来新搭档了，对不对？是因为这次呢，我们也是从全国各地找到了三位非常出色的短视频创作人。好了，行，你先看看他们的短片，了解一下，好嘞，行啊。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的短片，刷刷刷刷威视。哎呀，好漂亮。技术流，他是个跳舞的啊，还会有点舞蹈，对，哇、第一位创作人叫做纯子，这个女孩有个特点哈啊，从来不做头发，对不对？他的头发每回都是一扎就直接拍了，这一辈子都没做过发型。我要跟他一组的话，一定先让他去亲身去美发室，做一个大波浪再开始拍。但是我这是第一个看到技术流可以腿劈这么开的。
他是学舞蹈的啊，就是会跳舞的技术流。来，我们马上来看我们第二位短视频创作人的视频，刷刷刷刷微视。呼，这么大的太阳你不夜吗？夜啊。夜不夜？夜。夜不夜？夜夜夜夜夜。去。这个药一天要吃三次。是呀，可是你不听话，真的气死我了。当天气出凉，当树叶发黄，我们的爱变得冠冕堂皇。哎，可以，哇，不错。花丢了主张，积木拉开还没学会收场。这个可谁被他选上了谁就赢了。对，这太厉害了，这跟谁一对谁不赢啊。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确定这个人不在好莱坞工作吗？这个人知道吗？这个人他就在长沙工作。真的要抢一抢了，我觉得不是抢的问题，不公平了。反正他找谁谁就赢了，都不用再比了。哇，这太厉害了。这位叫余威，他有一个别名就是特效大师，就是做特效。他的别名这么普通吗？就叫特效大师。没有个炫酷的名字吗？叫魔幻使者。你们现在不要看第三个人都要去抢他吗？那肯定谁跟他一组谁赢啊。不可能再比他强的了。对啊，不可能。第三个先看看好不好。刷刷刷刷威视。沈梦辰是什么意思啊？是后面什么鬼？这叫达人吗？对对对，有技术含量吗？这个东西不是你没明白。第二个炫的是那个特效，第三个炫的是人脉，就是说认人特别多。你有什么事他能够帮你办？就是可以把何老师啊、娜姐全都叫来拍。你们选一个最喜欢、最想见的。那选大哥，特效大师，特效大师。最喜欢的是余威，是不是？他叫余威啊。好，来，我们有请余威上场。来了，同学们。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小手。哎，干嘛了？是余威，我们要看余威，跟什么谁有什么关系？你们是想看我吗？来，你回去。没有没有，不是啊。等会儿你我们要看，先看二号。哦，待会儿是吧？我对压轴。压轴。我们有请余威。余。余威老师，嗨！哇，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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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hello， hello。来，余老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嗨，各位，我是特效师，大家可以叫我特效师。特效师你好。三位崔建官好。哎哎，您好，哎，大师好。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我自己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很紧张，所以我的话会比较多。OK， 没什么了。OK， 还行。那咱们去拍摄吧，走了，我先走了啊。姚姐回来，直接带走。哇，太想跟他一组了，轻松。我通过这么几期，我已经感受到他会选谁了。真的假的？他会选杨迪。哎，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因为他眼神。对，就是通常那个达人下来看谁说话，他最后就选谁。我是被他拉过去的。你被谁拉过去的？我是被迫的。但凡您稍微主动点，我就跟着走。是不是？我的热情他感觉到了。那我们那个威哥有没有自己想要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比方说他要有什么样的条件素质？我就想选里面最硕的那个人。最硕是什么呀？最硕是什么意思？最硕是长沙话最差那么一点点的人。最差，我最差呀！我好死我。然后我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我的就是说，身子稍微大了一点，所以说需要选的那种身子不是那么大的。娇小一点。哎，对对对对。啊，身体娇小、啊，身子不是那么大的。我是因为有增高鞋垫，我把鞋一脱我缩这儿了，缩这儿为了抢夺。做那个做了多久吗？那个气球那个？哦，气球那个大概做了有7天的样子。七天啊？那个，比如你只有一晚上的时间，你是不是做不到太多东西啊？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啊，下一位出来，沈梦辰也不错啊。沈梦辰还行，哎，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时间不够特。这帮人都这么实在吗？实在，对对。那就这样了，待会儿拜托你了哈。哎，来来来，谢谢谢谢我们老师，请坐。下一位，下一位想看谁？咱们就看看那个第一个技术流吧。对，我们就看看那个发型一直不变的那个人。沈梦辰在待会。对，沈梦辰在最后出场。压轴是吗？好，我们有请陈子。Oh no！ 不要玩了，什么？回去。我来收衣服的。你修修空调，那空调坏了。说技术流不是说的就是我吗？不是不是不是，我来收衣服的。沈梦辰真的是玩够没？沈梦辰，来吧，来有请陈子。哇！充满了豪气啊！好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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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老师好。Hello， 大家好，我叫梦如纯子，是一名舞蹈演员。是学什么舞的？学中国舞，中国舞，民族舞。对，可能要跳舞了。我觉得刘威这个题特别好，先给大家跳段舞，对不对？让我们去看一下你有多么的检验一下，是不是？来一个，来有请。哇，你看人家穿着运动鞋就是啊。哇！是技术流和跳舞吧，每一期都会有技术流嘛，我想发挥一下不一样的。很厉害，舞蹈也是技术流。那我们问一下陈子吧，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搭档跟你合作？身高体重发型没有什么要求，可以耍耍酷啊，卖卖萌什么的。耍耍酷卖卖萌，刘维来了这种。哎，感觉大家说的都是我。就是你，就是又说又好嘞，稍微休息一下，来休息一下。天哪，什么人来？我害怕。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短视频创作人沈梦辰。耶耶耶耶，沈梦辰！耶耶耶耶，沈梦辰！耶耶耶耶，沈梦辰！另外两个都没声音，感觉一点都不想让我来一样。确实不想你来，我也是硬撑。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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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抱一块抱！哎呀！哦哦哦哦哦哦！头发！对，沈梦辰，你讲一下你的优势是什么？哇，我的优势太多了，我真的就是，我是技术流。刚刚那个吗？这个吗？这也是要技术的，你打得小吗？哇，你也不怎么想，这个不重要吧，朋友们？怎么这么大一艺人拼的才艺就是这个？说你能打响吗？你看看这个啊，来，我来说一个我真正的技术，好不好？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啊。好，其实我在玩这个短视频，我玩的很早，很多年以前我就开始玩了，可以说比你们在座的都玩的早。不代表玩的好。哎，我告诉你，玩的好不好就转载量高不高，对不对？就证明很多人喜欢看。我的第一条这个短视频转载量是80多万，然后我只发了一条，我的粉丝就达到了100多万。我觉得这次来当这个短视频创作人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我其实平时也很喜欢看一些短视频，也是自己会琢磨一些小短剧。择日不如撞日，我就过来试一试，来挑战一下自己。哎呀，你说朋友不选还不好啊。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选择搭档。我选了杨迪，要选沈梦辰，你跟沈梦辰是不是好朋友？好了，我写了三个字儿。哎呀，别闹，三个字儿。现在呢，我们这个六位都已经选择完成了，先看迪哥的吧，好不好？迪哥写的是特效师，那就是我呀。谢谢。余威，你的选择是？你直接告诉大家吧。我选的也真的是你。谢谢大家，太棒了。是的，太开心了。他们两个是互相互选的。我觉得杨迪他在三个人当中镜头感
包括整体的创意，在我来看可能跟我比较合拍一点，所以说我会在当中里面会选他。孟泉说自己是特效师，是不是？那看孟泉的选择吧，好吧。好，孟泉选的是维维。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所以维维选的是，维维选的是什么晨？对。怎么会哭呢？一切会好的。因为这次我们是在长沙，那长沙的竞拍话题是什么？竞拍话题就是。自定义话题啊，好棒！因为大家对长沙都很熟，所以这次呢，就希望你们拍想看到的，或者说想展现的长沙。那我想去点我没去过的地儿。我知道我想拍什么了，我想拍酒店，因为我一直在长沙酒店待着。对，长沙算我第二故乡了，因为我每个月差不多将近有一半时间都在长沙。但是有一点特别的惭愧，是在于我来长沙都是电视台。没和酒店没去过长沙真正的那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很开心是在于我能利用这次机会去真正的进入长沙市里头看一看长沙是什么样。维维、孟泉，你们准备拍什么？长沙我觉得是一个充满幸福感的城市，想拍幸福的长沙。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十二个小时的拍摄时间计时开始，三台车在门口等着你们。走嘞。It's in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baby, when I turn it on. 这是我们的太平老街，对吗？对。哟，维哥，我又走。哎，你好！哎呦，谢谢！我真的欣赏你的才艺。谢谢你的夸赞，哇，今天一天就有好心情。拜拜。哎，这是你安排的吗？哦，我安排的，一会儿红包会转一下。这是我安排的。这就是你的人脉是吧？开心吗？好开心。哎，长沙人热不热情啊？好热情，哇，这条街是蛮有特色的耶。你看那边有各种小龙虾什么的。哪个？哇，这就是魔系小龙虾啊。饿了，好不好吃啊？好吃吗？是不要钱？真的假的？你问老板好不好吃，他当然说好吃了。你给我买点小龙虾呗。这微信那个付是吧？多不好意思啊，让你买单。没事，来长沙嘛。怎么办呀？我们俩拍啥？待会儿想一想吧，先把自己吃饱喂好，完了就可以知道，马上思路就打开了。好了，谢谢，生意兴隆，祝你幸福。哇，好喜庆，爷爷奶奶好。爷爷奶奶好。你们是哪里人啊？西安的。西安，我才去了西安。彪彪面。对。彪彪面。认识啊。你们是湖南卫视的。对，终于有人认识我们了。你们是过来旅游的吗？爷爷感觉长沙怎么样啊？喜不喜欢啊？很好玩啊。他90岁了。爷爷是老英雄。老革命。奶奶多大呀？奶奶85。哇，身体棒棒的。爷爷奶奶在一起多少年了？跟你在一起多少年了？好多年呗。60多年。什么婚？就是已经算是60多年了，钻石婚，反正对最往后了都是钻石婚。什么？说把我中国逛完了。嗯，把大半个中国都逛完了。啊，60岁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许的，一年去一到两个地方，30年了，你想？哦，30年了，俄罗斯才回来。哦，世界杯的时候去。哦，世界杯的时候去俄罗斯的。啊，为了把去到那个台湾，新疆、南京西藏，人家好有福气哦。这个是您的老大哦，老大，哇，这儿女特别孝顺，陪着您一起。60多了，老大都60多了，退休了。哇，哎，你们好孝顺啊！主要是家里幸福。对，真的是家和万事兴哈。就是现在很少看到，就是一家人就是陪着老两口去全国各地旅游。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是能捕捉这个画面，导演，是不是特别好？我们就捕捉一个，我们大家一起说，
长沙，我先说长 长沙，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说家和万事兴，事兴好不好、啊？以我们长沙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太平街为背景，对，好不好？对对对对，然后在二位二老的这种光芒下，我们可以跳舞哎。我们在他旁边，不用他们跳，是吧？啊，我们跳我们的，我们跳啊。对，他们可以不要轮椅，可以吧？啊！不，他能站起来，他们都能站起来。啊啊！哎！我说站就站，来了，哎，来了，你去哪？来，你跑哪？哎呀呀，你看你生气了。讨厌。这就是将来的海涛和梦辰。真的吗？哎呦，哭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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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为什么想哭了？长大的。嗯。幸福，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对对对，那我们一起跳舞吗？对。来 everybody 一起来跳舞，好不好？来，这边的小姐姐们，来，咱们人多一点，这样拍起来才好看。好，我们待会儿一起跳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左边一下，右边一下，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的时候喊。长沙，嗯，哇，很简单的啊，弄得特别跟得上节奏，真的，全程这么厉害，特别厉害。以前就是舞蹈演员，以前跳芭蕾的，奶奶，是不是？好，来，我先讲，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五六七八，长沙，三好，五六七八，长沙好，爷爷，棒，爷爷。高兴，爷爷可高兴了。来，我们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一起拍张照。好，来，拍个。好幸运呀！我们才幸运。我们才幸运呢，我们能碰到你们，好幸运的。我们的缘分。来，把爷爷奶奶扶回来。哎呀，小心。慢点。咱们这是缘分呀。缘分啊，这是我们今天拍的第一条。视频，到时候爷爷奶奶记得看我们湖南卫视哦。对，你们在电视上面出现了哦。爷爷奶奶，拜拜。谢谢，拜拜。明天玩得开心。拜拜，祝你们玩得开心。拜拜。我就好感动啊，我就觉得年纪这么大，而且他们儿女们都在身边，陪着老人一起去各个地方旅游。哦，我觉得好幸福，我也想年纪大一点，带着父母一起这样周游列国。二位老人看起来虽然说是96岁了，但是当他们从轮椅上站起来那一刻，我觉得他们就是年轻人。拍视频是一个媒介，但是真正让他们快乐的是我们的沟通和交流，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的热情，然后他们也希望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好了，沈梦辰。不行了，我们要先开会了。来，哎，看一下这条街最火的一家店，叫阿福熊。阿福熊，阿福熊，这里是试吃吗？哎呀，好好吃啊！我尝尝。好，真好吃。是不是？这楼上有休息的可以坐的。那我们上楼上吧。我们俩先看看之前录的东西。好。我觉得是这样，那现在呢？去每个地方呢，都找人先把这个舞跳了。这舞现在就是我们核心了。这个 ending 是绝对不能改了，因为已经有人跳了。前半部分我觉得，你看看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我可能没吃饱，灵感没来。等你吃饱了也结束了。刚我们还是就是所有所作所为都是形式大于内容，就是内容它是个空的。你看我们刚才在街上遇到所有人，好多都是外地人。好多都是外地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很多人愿意来外地，是因为。湖南本地人他们就是很热情，然后又接纳度很高，所以很多外地人会来这里做生意，要从业，然后他们不单单让自己爱上这座城市，他们也能在这座城市生活，不仅爱上这座城，变成这里的人，只要生活在长沙的人都是长沙人，这个就是结局，只要生活在长沙的人都是长沙人。那就是最后收尾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所有去到的地方，然后和他们跳舞的人，他们都以为我们要体现是长沙的各种地标性的东西，但其实我们真正想要体现的是
生活在长沙的外地人。对。吃。不管怎么地了，咱俩出去拍吧。如果你用一个动作来形容长沙的话是什么？咱们要问出一个精神来，那个精神正好是这个动作。走吧 ，Let's go。熊猫爱姨啊，鸡爪。熊猫爱姨。这是什么店啊？哟哈喽啊，您好、啊！哎呀，欢迎光临熊猫阿姨。这件就是吃什么？哎，俊明，吃鸡爪子嘞。那是我吗？那个就是我，对不对？是你啊。哎，那我怎么见过吧？嗯，你贵人多不？我记得你，你不记得我了？我不曾见过你。我曾见过你，是你忘记我，我没忘记你啊。因为当时可能就是您上台的时候，是不是时间太短了？不短啊，你看你这个时间也这么长。你让我找个理由。找个理由。我知道了，因为可能当时妆不一样，对不对？一样。我当时年轻些，现在年老些。没有，这是你先生啊？嗯，这是你先生啊？你好。这是谁家的闺女啊？这是顾客，也是从小吃到大的。这是我的闺女啊，也是从西吃东西吃长大的小朋友，都长大了。你们家怎么那么多闺女啊？这也是你多吃几次，你也成了我的儿子了，不？我成你的儿子，你好，我的儿子，你可以，你可以做我的儿子，可以做你的妻子，儿子。那这么着，因为他第一次来长沙，所以您能不能给他弄一点咱们这儿最有特色的，就是您那鸡爪？有一个最有特色的东西，初恋的味道。就是你们一人喝一杯不？你看每个人喝了那个饮料，要说初恋的故事。初恋的故事。你店里这么多事儿啊？我试试。坐会儿。好。啊，行，喝点水啊。这是碰杯啊。哦哦。我也送啊，香气就从您这来。是不是？行。香气。这就是个冰水，为什么？初恋的味道，初恋的味道。啊，初恋也不是白开水，一个是有了美，不会谈爱就是有了美，不会谈爱就是有了美。哦，怎么这么多词儿啊，一套一套的。哇，你们家真是有情趣。哇，厉害。哎，这个是心灵鸡汤，心灵鸡汤还是？是的，土豆泥。哎呦喂，真好吃。好吃是吧？来，这是中心的，还有辣椒炒料。哎呦喂，这是功夫凉面啊，太好吃了。这个鸡爪你得吃，这是我们这儿的特色。是的。是吧？真是好。就是那个肉已经那松到了，感觉应该按摩你的舌头。熊姨，您本身哪人啊？我是长沙地地道道的本地人。您俩二位结婚多少年了？我们结婚25年，但是实实在在有50年的年份了。你猜为什么？我想想啊。为什么？你猜。一上海人想一想，你这个上海的朋友想一想。从小就在一起啊。合适，因为他的度日如年嘛，是不是？天天到一点点接一点，因为你看啊，现在外面的人都是就说，一天白天要去上班，两口子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也最多8个小时或者是10个小时，但是我和我先生就是1天24小时从没分开过，所以就在一起，就别人的双倍，是吧？我们都不这个特别值得年轻人学习。是的，你们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叔，您给他做过什么，让他觉得特别？我这一辈子找你真是太对了。你心中最充满爱的那个故事。像我心中充满爱的故事，就是因为刚开始我做生意的时候吧，这还是失败，有点失败啊，没有什么没经验啊。就是熊猫姨，他那时候上班，开公交车哦，已经开公交车的啊。对，那个还是那个很长的那个。2年教练车了，像那个时候九一年，那时候就可以拿1000块钱一个月了，就是熊猫那个时候就因为他一发工资不啊，就把钱都给我，一分钱不少，给我的时候，给我的他那瞬间吧，就特别。
对，就是当年最需要帮助的那一瞬间，他无怨无悔就说我这个就是给你了，因为你是我的人，我不会在乎那些东西。态度一定延伸到每慢慢都是呢，这个就是对他要一辈子好。那个时候你看看，哎呦，真暖和呀！就是一点都不能带。有很多时候，你都会觉得人的一生，无论到什么时候，陪上你最后的人，就是你身边的人。他们夫妻俩就是特别特别有爱，爱自己的美食，爱自己的顾客，嗯，就是觉得长沙是一座很有爱的城市。因为表达爱才能够永远爱下去，对不对？真正有爱。因为我们编了一首饰，你看，这不是长沙的 C 吗？ C 吗？这是 S 吗？长沙。对对对对。但是这两个拼在一起就是爱。是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给我们做一个这个姿势 ，S C S， 加在一起就是爱。灵感的初始应该就是从我们熊猫阿姨那儿开始的，因为她跟她丈夫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从那儿抢到了一个那个长沙的这种爱的感觉 ，C 跟 S 拼在了一起。那我们现在可以拍些东西了，对不对？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找到，突然找到主题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主题。然后来吧，来咱们拍吧，咱们就爱这个姿势 ，C S 蹦，变成了一个心。好，好来啊，我说3 2 1啊，3 2 1走您，一 S 蹦成心。这回倒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创作的一个过程，就是在过程之中，我们碰见了谁，才想起来了这个主题是什么，才把这个主题一直的完善。3 2 1走您。CS 不更新，哎，行，好，太可爱了，不错，可以吗？好，好，棒棒的，棒棒的，行，我们就不打扰您了，我们走了。好啊，好，你们一走，我还森林一句，熊猫姨爱你们哟。我就看这次怎么运用你的那些厉害的特效。我有这么个想法，就是说，其中一个小点就是我们在湘江的边上。湖南的烟花是特别有名的，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砰砰砰，哎，放了，然后这时候这个放着砰，放出一条凤凰，就是空中绕一圈，不会吧，不会，朝我们冲过来那种感觉，然后一股烟在上面是绕。比如说，你被炸黑了，但是我没有炸黑，我就侧面对着你，这个拍过来以后，我这边是黑的，我这。哎，挺好，这样就结束了，挺好，是不是？出其不意的一个结束，很棒。难得给我配一个，就是感觉他思路非常清晰的人，所以我这次就觉得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在的话，我只需要往里面添花就行。去到一个地儿发生一个事儿，又吓得跑了；又去到一个地儿发生一点事儿，按照你这个路数，就两个哼哈二将那种两兄弟历险记。哦天哪，难道这些都是真的吗？你说话很有那种，有的时候会有点配音的那种感觉。那种外国片儿，哦，天哪，这个是真的太棒了！对，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天马公寓，我已经看到了天马学生公寓。走。哦天哪，这就是。哦天哪，这是天马学生公寓啊！没错，湖南大学。好久没来大学了，真的。相比你的话，你应该更久没来大学吧？多新鲜！那种好做吗？那个要不要外面看还有什么东西能录就录了。对，有兴趣加入车队吗？啊，你们什么？要了解一下赛车吗？哇，这个是那个跑那个 F1 那种吗？这是我们学生自主研发和制造的。哎，你们看一下那种吗？什么意思？这可以报个名。来，我报个名。这一辆车就是今年代表中国参加德国赛，然后还登上了中央人民政府网。厉害，看看这个车速如何。你好，这是同学吗？对，这是我们，这是同学。我关键这怎么跑啊？厉害！哇，你们同学可以哦，业余爱好真的丰富。是的，我们学校只有那种乒乓球社团，真的吓到我了。直接方程式赛车在那个地方摆着，然后我没有想到就是大学里面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所以我有点吓到了。你感受一下，你应该也没坐过这种方程式赛车吧？还是家里有6台？
玩过，玩过。玩过？你开玩笑，真的假的？对啊。那你能开起来吗？那个不太好开。这个人的背景你们调查过没？太奇怪了，他玩过方程式赛车。他玩过方程式赛车。他的背景要了解一下。这个车在学校绝对是最拉风的。不，这不光是学校最拉风，你但凡开出去，估摸着警察就来找你了。怎么还开出去呢？不敢开出去呢。你在哪儿开出去过？你还开出去过呢？没有啊，警察叔叔不让开的。对，我们那是50块钱一圈吧？50块钱一圈吧。他这卡丁车吧？卡丁车？啊，这个不是卡丁车吗？这是方程式。特效师真爱开玩笑。OK。哇，真的很帅，真的很帅。那他们是有那种特别的驾照呢，还是没有？没有，就是普通驾照。普通驾照能开。对，我们先拍这儿，是不是？从一开始，我们从这里出来 ，is， 我们 is 的时候，你们在开始欢呼。这个时候，杨迪会突然，对，一个喷嚏的动作，整个车会由后期给你报废掉。了解，我会把这个轮子嘣啊嘣，然后这里嘣啊嘣，然后那边弹出一个东西啊，这个壳子爆掉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就开始帮着他们，然后我们俩赶紧跑，然后你们就从这边绕一圈开始追我们，我开拍，准备，这就开始了，预备，三二一，走，来回，准备 ，yes， 啊去，都得出来，都得出来。另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绕着圈儿走，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最好一点。嘣嘣嘣嘣嘣，这不对。好，挺好，有点意思。我阿七完了以后，那个车已经在开始弹东西了，是不是？对啊。哦，那就 OK， 因为我不知道我眼睛看到了什么东西。重心如果完全放在特效上面，这件事情还是有所偏差。一旦我们这次的特效没有达到特别震撼的感觉的话，我们那个视频就会打折扣。看，还行吗？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后面加快就好了。弟弟，这个是加油的还是吹风的？哎，这个是吹风的。啊？哦，这个可以吹风啊！你看，吹我的脸，你吹给他看看。你放慢放以后会很好笑。哎，可以。看一下这个怎么用，我再想想。用到哪儿呢？哦，需要。其实就是那个前面看着很帅，以为他很帅，然后其实转过来以后，你在玩那个游戏，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该灌输自己的地后还是要灌输，不然的话，会不是特别理想，对我来说。我能坐上去吗？现在可以。好，前面的钢管不能插。吹我的嘴，但是不着急，因为前面吹我会死。Okay.好，开吹，我有点紧张，因为这个只能撑十几秒，就是我嘴放松，你们就吹就好了，好吧？开始，我再放松一点，我要眼神要帅一点，对，你眼神不要迷离。没准备好，可怜猫看着我，来准备，三二一，走。你这个都送上，你干脆吹到我胃里去。来，算可以，能有点就行了。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来，这边 OK 了。OK 了。这个社团 OK， 我们在学校里面游走一下。可以啊。谢谢啦。哎，欢迎再来啊。谢谢。再见，同学们。拜拜。校园里的 F1 社团的感觉是太酷了。我那个时候怎么没有？遇到这么酷炫的社团呢，还是挺好玩的哈。可不，而且拍了一个镜头，我都吹饱了刚才。
哦，真累呀、啊，这一天。应该是这儿吧？我看到那个食堂和他妈了。哎，这个正是通道了。哇！哎，我想吃个麻辣烫。我们待会儿找一个跟同学们坐一块儿。哎，我们喷的时候，同学们都可以在里面表演嘛。哇！哎，可以，对不对？对、啊。走走走。OK。来，这边这边。好嘞，这边。来，同学们。哇，这是我的啊。耶、yeah。先跟你们说清楚。耶、yeah。没有我们的吗？你们吃了吗？吃了。他们都开始学习了。你们在干嘛？我们在那个师范开会，然后我们那个。长跟我们开会，就同年级的各个班的班委，班委怎么管理？班的哦，对。哎，我要问一下，咱们这是哪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师范大学。211211。没有一点点不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不用转。声音再大点。211。我也是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我们学校有很多人。能考上我们学校成绩应该都还不错，谢娜、李易峰都是我们学校的，他们高考都考得很好。完了，说太多了。时间有限，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关于杨迪的一些隐私的一些消息想了解的话，现在赶紧问。真的会有吗？你看你一副那种好像真的想要问的样子。你身高多少？1.73米。真的假的？随便派个同学出来，1.76米，一目了然。来，你多高？我1.88米。你们谁出来？有人要出来吗？1.73米。可以。你1.73米是不是？你快出来。我能比较的出。杨迪，你不可能1.73米。哎，他1.73米，我站起来2米了。我觉得。哇，他两个一哇合拍呀。你实际多高？1.几米？1.68米。那我有1.73米吧？是不是？感谢你出来。你们还没看过我们节目估计。什么节目？快乐哆来咪。知道。对。你知道了，介绍一下吗？给他。小时候。什么小时候看过？这才播2期。人生的。从高中开始学习。别乱说，这才播2期，你在搞什么笑？每周六晚10点，那个是我们最近录的一个新的节目嘛？对，就拍短视频的，所以大家待会儿参与以后，我们都会拍，变成我们的作品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待会儿要拍一个很特别的镜头，特效师给大家讲一下。做梦了 ，OK。然后这段话我们可以后期稍微的配一下。开个玩笑，是这样子。过一会儿呢，我们会做一个非常我这个可爱的一个小的特效，葫芦3、2、1，然后轰一下，然后所有人哇，对啊，我们现在先开始拍我们要的那个镜头，好吗？好，3、2、1，走。看到了吗？啊！我去看看啊。啊！头了，过了。行，谢谢你们。非常棒。OK 了，这边就完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出去拍最后一个镜头。走。那我们就往江边去了呗。我们先拍笑脸，对不对？来自各个城市的笑脸。对。用慢动作拍是不是？
嗨啊！哎，小朋友，要采访。小朋友你好，你是哪里人？湖南人。你是湖南哪里的？我是龙脊那边的。你喜不喜欢长沙？喜欢。来，通过这个镜头笑一下。比个耶！好美啊，你好上镜哦。哦，你好漂亮。好。很好，很酷的。找阿姨类的，哎，找阿姨，阿姨是你阿姨啊？哪里有阿姨？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你好，阿姨。阿姨，您是哪里人呀？海口，海口的录音录音哇！阿姨，海口专程过来长沙，啊，他吃小吃，专门吃小吃的。哎呦，阿姨是带着跟几个姐妹们一起来的，是不是？老伴一起来啊，姐妹老伴一起来。阿姨会说长沙话吗？懂，不会说，对不对？那我教你好不好？好，教你个长沙话。好啊，妹朵。啊，妹朵，哇，好标，好标准，标准三二一，走，妹朵，哦，活该了，活该，活该，活该了，活该，阿姨，能不能叫姐妹们一起来一个呀？啊，全家人啊，啊，全家人啊，来，三二一，妹朵。我该了，来，我该了，我该。最后再给我来一个长沙，长沙啊！你看多好，可以可以可以，完美，太完美，完美，谢谢，谢谢，祝你们快乐。阿姨，拜拜，拜拜。还有谁呀？哎，或者是我们问问这个师傅。问他是不是长沙？可以可以可以。哎，师傅，你是长沙人不？不是长沙人吗？你不是长沙人啊？你是哪里人啊？湖北的。湖北的？哇，那你在长沙生活多少年了？哎呀，十多年了。十多年了，你觉得长沙这个城市怎么样啊？城市不错。那你会说长沙话吗？会呀。会啊。那哎，你说那个我该了。哦，行，我该了。我哎，说得好，特别好。对，特别好。你觉得累不累啊？怎么不累呢？硬的还得拖拉机啊，怎么不累？但是我觉得你好乐观，好开心，好快乐。这肯定开心不？人都热来了。好嘞，谢谢你，谢谢你们，谢谢你为我们就是打扫这些东西，然后让我们生活得很快乐。谢谢。其实环卫工人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然后他又是一个外地人，就是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外地人，但是。当外地人在这个城市，他一样可以找到这个城市的幸福感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融入到这个城市了，他愿意为这个城市付出。我觉得可见长沙是一个幸福感真的非常高的城市。好，走走走走走，咱俩时间不够了。前面咱俩跳舞那个，我觉得海星广场还是可以跳一个，因为这么多期以来从来没有人跳过舞，他们俩都不是走那个挂的。反正我们也不是为了赢，我们是为了跟他们区分开。反正我们也不是为了赢。不是觉得我们不会赢了是吗？我不是不会赢，对，是不会赢。我觉得做特效没有，我觉得做特效那个真的就，因为我前几期的经验来讲，像这种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什么意思？就是哎没有，就是。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短视频。哇，这个很好啊，是跳街舞的是吗？啊，这个跟我们跳帅爆了。其实我们可以找广场舞大妈。就是啊，这不是。是，这大爷大妈，啊，你以为啊？啊！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拍。我跟你讲，要拍一些有队形感的，非常好。这个，哇，这个非常好。快乐哆来咪提醒您下节看点。小姐姐们，谁是年纪最大的？不要问姐姐们的年纪。对，年纪最大的是我。对，就是你。就奔着臭豆腐来了，想吃一片。手上板臭豆腐，背影漂亮，慢不下手，身体健康，硬邦邦。嗯。这么大块，要钱赚！加上武力 ，Very good 的 ，Very good 的，Very good 的啊！哇，好酷！
快乐哆啦咪合作伙伴，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威士快乐哆啦咪，待会儿见。威士快乐哆啦咪，现在继续。打开朋友圈，用威士拍摄，赢取惊喜福利。快乐哆啦咪合作伙伴，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上新浪微博搜索快乐哆啦咪，获取更多节目资讯。哇，这个何浩啊，是跳街舞的是吗？啊，这个跟我们跳帅爆了。其实我们可以找广场舞大妈。就是啊。这不是。是。大爷大妈，你以为啊？啊！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拍。我跟你讲，要拍一些有队形感的，非常好。这个，哇，这个非常好。你看看是不是大爷大妈？哎，我太大声了！哇，好年轻啊！你看这个叔叔，叔叔阿姨好！你一来了，我们就分神了啊！天哪，很好，非常好哎，非常好哎！姐姐妹妹妹妹们妹妹们妹妹们小姐姐们小姐姐们小姐姐们，我们来这儿啊，刚才是被你们的舞姿所吸引过来的啊。我想跟你 PK， 想跟你 PK， 想跟你 PK， 想跟我 PK 是吧？我确实跳得很优秀，那我五年还是皮毛的嘞，什么意思？这是零五年的时候是小孩子，零五年你都知道啊？是的，你就是，你是个好人。这里最大年纪的是谁啊？今年十八岁，小哥哥好，小哥哥，小弟弟好，小哥哥好。那我方便问一下您今年？我六十，六十四，对。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了。哇，你看人家头发，比你造型。小姐姐们，谁是年纪最大的？不要问姐姐们的年纪。对，年纪最大的是我。对，就是你。那么问题来了，我们问题来了。我们是快乐哆来咪，湖南卫视的一档新的节目。我们的对手是杨迪和大张伟。那小姐姐们，你们觉得谁会更优秀呢？那肯定是杨迪啊！你等着刷去。你们要能帮到我们俩这个视频，我们俩才能最优秀。对，对不对？好。哎，你们有音响吗？有。哇！沈梦辰。好时尚，对，哎，这个太好了，我们就用这个。哇！又又。一会儿要拍点姐姐们和跳舞的那种慢动作。慢动作。然后就慢动作。But that won't stop my loving you.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在这儿跳，先在这儿跳一段，对，跳一段，因为既来之则跳之，好的，好不好？我们拍你们啊 ！Come on， 第一个姐姐，来，姐姐来一个这个。来跟我的镜头互动，叔叔，叔叔，来一个帅的，街舞走起，又又，朱凯尼康，朱凯尼康，大屏往上走，往上，往上，走走走走，再给劲，很好，来笑。
笑，可以，完美。好，接下来就跳我们的了，我们就先去商场里，姐姐们走。好，就这儿吧、啊、就这儿吧。阿姨来来来，你们都藏在这个柱子后面。好，然后沈梦辰，我也在这个柱子，对，你也在这柱子后面，然后你从这柱子后面走出来。其实我应该这样，这样会帅一点。好吧，帅。好，来了啊，走。看一下啊，哇，哎呦，天宇小凡，哇哇，走出了长沙的气势，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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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眼神好好看，满点，哇，秒杀，勾粉呢，勾粉呢，老花眼啊，可以可以可以，姐姐们辛苦了，姐姐们，我们俩愿意，我们在这再跳一次舞好不好？因为这光好，三二一。跳舞的那些阿姨们都给我印象很深，他们在跳舞的时候其实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纪，然后完全融入在了自己的音乐当中，他们年纪大了依然很美，他们依然可以很新潮，让看快乐多人民的人们感受到这个城的快乐。我们把这 CSI 先拍一堆，然后现在咱们要找一个地儿，你可以帮我们演一句话吗？就是您就说 CSI， 就是问一下就行。来，三二一，走。CSI， 多会演哇！影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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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厉害！完了，过了过了已经。咱多一个嘛。嗯。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来来来，那你这样，你帮我们演一那个 C S I， 啊，来来来，再多来一个啊 ，C， 我来拍一下，等我和赵刚伟啊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快点，等一下，等我们的 stand by 线，这里到这里，站这里，站这里，哇，这就可以了吗？来吧，可以，三二一，走你 ，C。看我这边，你冲哪？不是，你冲谁说话呢？我看这里，你看这机器多是不是？你冲他来，三二一，走你。C S I， 好，谢谢您了。行吗？可以。干部，小干板操干部，小干板操干部，小干板操干部。臭豆腐呢？走吧走吧。下岗牌臭豆腐。你好，丢丢。你好你好你好。刚刚是你一直在喊，你一直在喊啊？啊，对，你的口号是什么呀？我以为打架了呢。我不是打架，你喊的是什么？我是臭干子。臭干子，我知道你喊的口号是什么。小干板操干子，小干板操干子 ，cool。小干板操干子，美女漂亮，慢动瞎说，身体健康，硬邦邦，哼，怎么咋会要眼光？掌声鼓励。哎，你吃一个，可以给我们一片吗？他是上海来的，他是上海来的，然后就奔着臭豆腐来的，想吃一片，啊，一片就够了。美女漂亮，千年不过，谢谢朋友。新年快乐！今年是华山，明年是西山，人和人人亲，没没过的，这没没没没人过的。您那是为什么？就是您为什么要下岗玩啊？人家是夫妻双双，双双双双，把家还。您这点吐吗？然后呢？我们是夫妻双双把岗下啊，这叫下岗牌臭干子啊。然后下了岗之后再就业，对对对，然后就反而干得更开心，对不对？哎 ，very good，very good，very good 啊！您老跟我说英文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是外宾。你好漂亮啊！这么咋说？慢多加速。嚯，你是我知道了。这么漂亮，
哎，我特想知道，你跟你太太说甜言蜜语的时候也是这样吗？老婆，我爱你。哎、老婆，我亲我一个。是这样吗？说过温柔的话吗？表达过爱吗？我昨天在三亚那爱情桥上面，我就大声的喊。Turn down for what？ 恩威，蒙娜丽，恩威，蒙娜丽，蒙娜丽。哎，你能给我们编一个，我们叫爱长沙，长沙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口头禅啊？有。传说传说我英雄，传说传说我爱国，兵传说兵情说，天津环境谁的克罗？谢谢，好人一生平安，就这样。那就这么着，然后那咱们来一个爱长沙的，来了啊，然后我说三二一就开始啊，三二一开始，传说传说我英雄。传说传说我爱他，变传说变金说，天地的环境谁的个陀螺？传说我爱你。好，可以，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啊！下回见，身体健康。天天不过硬邦邦，硬邦邦，生活消费有阳光，咱们开起来唱，吃起来香。好，你好，拜拜，谢谢，哎，漂亮。今年是八岁，明年是七岁，后年迎亲。他跟他媳妇儿是一块下的岗，下岗牌抽杆子。他也是那么的可爱，他把突兀变成一种可爱，这件事情是很神奇的。咱们拿了一些烟花，因为这个长沙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它可以放烟花，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咱们用那个烟花当咱们的特效。咱们展示一下长沙的绚烂，炸一下，炸它，我们来体验一下。嘿，我在长沙能够想到这个，是因为我听说，就是在于奥运会的那个烟花是由咱们湖南这边提供的，然后特别的棒。然后因为烟花总是能给人一种，就是那种充满了希望又同时很浪漫的感觉。你敢放着烟花跳舞吗？放着烟花，嗯，跳舞，对，这是小火车，这有冷烟花，就跟电焊工是一样的。哎，这个可以，你可以给我拍一个吗？行啊。从我的脸拉出来之后，我就啪这么打开，开始了。哇，这硫磺太大声了。太大了，有没有那种被甩起来的？那你找呗，你找。先把这拍了吧。哎，这样子。就是你得转着圈的甩。嗯。我们能不能上那个上边？这样拍起来才漂亮。好，试一下。我先看它甩起来。你给甩灭了。三二一，走你！人呐！三二一，走你！哎呀，没了！走啊，甩啊！人呐！我们三二一，走你！那个烟花一甩起来，当时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们视频成了。然后感觉你就把天地之间所有的流星啊，所有的星光，所有的绚烂都收到了一个中心中间，然后变成了一个爱的感觉。其实倒放特别酷，你看，可以，对不对？就感觉都收起来了。哇，这个好酷啊！这个简直好看到炸！我觉得咱们赢了，就靠这一个特效，我觉得赢了。咱们再来别的烟花吧，走，我们的烟花女神，那我们摆个阵，然后我们需要六个老师帮咱们点。然后你就站在这个位置，你就是在中间跳舞啊，来，咱们来试试这个，咱们放一个。我一烧，我烧了。来了啊，我们开始了。你想，他如果滋这么滋到这个程度还行，滋不到你。他会不会有别的大招啊？就最后来一个，给你来个花呀！爆炸了。
玩烟花的时候，我觉得大老师像一个小孩儿，不敢点又想去点的那种，就是特别可爱，特别像小孩子一样。哎呦，我胆儿特小，我小时候那手持一个，我一害怕我一抖，然后我就跑，然后那个东西，我妈新给我买的那个衣服，就上面特别滑的那个那种材料，然后给我一下就给滋生了蜂窝煤了。然后我妈骂我大春节骂半天，然后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所以就变成了我后来就不太敢放滑。幸亏试了试，这要不试，最后这一下，你这衣服就变成破洞的了。咱们就拍前十秒，然后你就躲出来就得了。好，准备好了吗？对，然后就是这样，我就这样了，然后就，对，是换了吧？确定哦，没镜头我们就换了。换哪边？我是这边脸。他是那边脸，我是全脸。拍完这个就收工了，最惨的收工。我怎么这几次都是那种，就回去剪片子的时候鬼一样。可以了吧？我看看。哇哦！对，妈呀！我太过分了。这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成，是那个意思。就这个意思。行了，试一下。好，好了哈。三二一，走。杀青，走吧。这个热的好啊，好，行了，好，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啊，谢谢您，得了，已经到了。我的下班，不好意思，老师，抱歉，对不起。这里是由刷刷刷刷卫视快开心的腾讯卫视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城市魅力创拍节目《快乐哆啦咪》，我是经纪人小薇佳佳，欢迎大家。这次我们的竞拍城市是在我们的新城长沙，不管是对在座的各位来讲，都是长沙人，对长沙很熟悉，是不是？那么首先呢，就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搭档杨迪、余威，有请。大家好。看到我们之前这个特效大师的片子以来，大家都很期待，什么变气球啊、变玫瑰花啊，都很浪漫。所以你们的片子这次浪漫吗？
你看，你看我们俩怎么浪漫？我们俩对视了一眼，说好、嗯，那期待一下好不好？这二位的，我们第二组就是大张伟、纯子，有请。行行行行行我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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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咋这么多人呢？你看楼上都是人，哎，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啊？感觉长沙了吗？这不只是200人了，今天就回家了嘛，都是家里人，自己特别的热情啊，特别好啊。大老师，听说这一次你是比之前都更加的工作时长长一些，久了一点，就因为那个我们开始的晚，再加上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活动，我们去放烟花了。哎呦，我们纯姐姐那个，因为那烟花怎么着一直耍，撒一身的洞，不管一身全是洞。对，别听他瞎说。明明一个，别听你瞎说的，你烫真的烫的，就是特别正的一个正衫，完全烫成了网眼的衣服，就是全是。大老师这组刚刚说到，他们不仅有特效，而且呢还有舞蹈。那说到舞蹈，我觉得第三组一定会用到，因为俩人都爱跳舞，是不是？对。来，我们有请第三组爱跳舞的六位梦辰。哇哇哇哇！下就了。天哪！又又。这梦辰好搞笑。哎呦！哇！打打打打打！哎哈哈！把差点撞上，甩出去。哎！又又又又！哎，你俩好开心啊！昨天走的时候还觉得那个啥呢？因为我们俩没有片子，刚才出场就是我们的片子。没拍。啊，因为长沙在我心中。我觉得不管怎么着，我觉得长沙人就是那种他，因为他特别的热情。为什么我们后来就一直强调这个爱？这是到最后才想出来的。就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酷，因为 C 就是 C 嘛 ，S 就是 S 嘛。但是当你把手往下放了，就变成一个桃心了，变成一个爱了，就是 C 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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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西安就是 X，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安，就是我们的 A， 西安西安 ，C 对西安西安西安的 CSI 对。但是这个手势不像以前似的，只是做点手势，因为今天我们要现场放烟花。不会起火吧？这室内能放吗？我们可以。哎，我们的烟花呢？都给我们烟花，说放当然就放了。来这边躲一下，这边躲一下，我们在这边放比较安全一些。这样，然后呢，因为。我觉得那个就跟那个龙珠合体一样，大家呢只要是 C S 那个 I， 一个人是 C， 另外一个人也是 C， 两个人的手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 I。C S I。对，坐旁边拿出你的 C。I C。另外旁边拼成一个 S。S。两只手融合在一起。就是爱长沙，一起来耶！要不咱们就直接来看短片了。看吧，看吧，看看吧，来吧，来吧，来吧。刷刷刷刷微视。CSI 叫做渣， S 叫做刷，在一起就是爱。环境谁那个头脑？张叔，我爱你！哇！爱长沙，一起来耶！哇哇哇哇哇哇！太浪漫了！哇，烟花！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有必要？
为什么我们会叫长沙爱？在去熊猫阿姨那之前，我们都没有定这个主题。最开始可能叫长沙骄傲啊，因为觉得长沙有那么多厉害的地方。到了那儿变成了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像那句话，就是与其做个高尚的蠢货，不如当个快乐的傻子。因为两个人就是蠢蠢的、傻傻的爱在一起，那样才会越来。每天的生活才会特别的幸福，开心。 对， 对，都是因为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在一起，并没有放弃。两个人所有处处我们感觉到都是爱，但是就是这种人和人在一起那种真爱的感觉，就让你感觉他就是 C 跟 S，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融成了一个爱那种感觉。大老师你变了，你知道吗？昨天你走之前，你说你在长沙的感觉就是酒店住成 VVIP， 然后每次你来长沙就录节目给别人快乐，但是你这次就是接触长沙人，他们给了你快乐和爱的感觉。对，就是爱的感觉特别深。那迪哥，你们这组长沙特效很厉害，他把那些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就地取材，觉得哎这个东西我可以做个什么什么样的特效，所以我们用到了方程式赛车，用到了食堂，还用到了刚刚出现过的一些东西。哎，对，感觉是一个连续剧了，就是接着你们的视频继续。真的吗？来，对，你们可以看一下，来看一下迪哥余威的短视频，刷刷刷刷威视。拍成了一个连续剧，都有那个烟花。我们觉得特效师这回稍微对你有点失望，一看没有一个就是那个特效的那个点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神的。我最开始一看 F1， 我以为那个会变成一个机器人啊，我当时也这么想，是吧？对，哎，想象一下，如果大家都这么想了，我也这么做了，那岂不是更加？哎呀，哎呀，那就很棒啊！对呀。因为你在我们的期待之中啊，你在我们的期待之中，做到大家心里去了。因为最后你的烟花一看就是做的，然后就是我以为那个烟花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会怎么样？最后是炸了一个脸，也很好。少来。那我们就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威视达人怎么说，好吧？迪哥，你选一个。你的粉丝迪哥，他每次都是第一个举手的。特效师这个胡子很 man 的，然后我会觉得是杨迪老师，可能二十年以后这个他说我们两，他说我二十年吗？人生不可以这个样子。整个片子三个特效给我的感觉就是哇哦。啊，挺好的，啊，对不 对， 对，就是这个感觉。对对，可能因为，但是因为我们也能理解嘛，因为大家都知道拍摄短视频时间啊，各方面啊，可能在特效方面也需要时间去做。但是呢，其中有一点点小瑕疵是，整个片子在转场方面其实可以再稍微多一些变化，相信画面会更丰富一些。嗯，谢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到了第三组啊，达人孟晨，怎么样？这次你满意吗？我满意。我说句实话，因为伟伟点子比较多嘛，能就是从这个视角来拍会不一样一些。我就是想表达一件事，就是你们不是烟花吗？沈梦辰就是烟花本人。哎呦，本花！哎呦，烟花本花！烟花本花！所以这个视频就是让大家看看烟花变成人长什么样的时候，就是像我们是个连续剧，知道吧？真棒！被烫伤那个火凤凰就是沈梦辰，马上来了。对，烟花本花。来，我们看一看第三组的短视频，刷刷刷刷威视。她叫沈梦辰，她美丽、大方。但
还有霸气。他来自湘西，但是他最爱的城市是长沙。虽然我们是外地人，但我们爱这座城。尊敬的旅客朋友们，前方到站长沙。Hey you， 来自哪里？辣妹子，辣妹子教你长沙话。Hey you， 还要去哪里？辣妹子，辣妹子欢迎你来长沙。有特色啊，胡子，你好啊，我不干了。您好，你好。哎，你们是来自哪里的人？海口。常德。楼吉那边吗？你会说长沙话吗？没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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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该了。活该了。活该了。活该。长沙，你觉得长沙这个城市怎么样啊？城市还可以。还可以啊？有幸福感吗？有幸福感。有幸福感啊。有没有感受到快乐？妹坨，活该喽！活该喽！哦，然后那个不是活该，活该了是什么东西啊？活该了就是怎么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外地人，我第一次来到长沙，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一样，因为他们长沙话我根本听不懂，所有人都说活该喽，活该喽，厉害，活该喽，厉害，活该，厉害，活该。就什么意思不懂，后来我就知道哦，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是有点像那个东北话那个，哎，瞅你咋地，瞅你咋地，再瞅一下试试，再瞅一下试试，试试就试试，就是这种感觉。嗯，是。刚刚黎问我那个妹坨，妹子，我现在知道了，妹子。长沙妹子有一个特点，就是皮肤都特别好。哎，你在长沙再用上这个新鲜上市的一叶子面膜，补水加晚安的这个功效的。它可以省去所有其他的护肤步骤，你不用用遮瑕膏，第二天都没有痘。你看维维这次来长沙，这个都没有长痘，是为了这事儿。哎，得嘞，好，真棒，哎，好，好，你看看，哇，给你，哎，这人家叫植入，他这挖坑植入，就是直接说一个，然后就生接一个，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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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刚刚的这一组呢，它是很丰富的一些长沙元素，然后包括最后啊，找了一个环卫工的大哥，我没想到他不是长沙人，但是他在长沙就是待了十多年，然后做这份工作也是十多年，所以那一下我就很有感触，因为他辛勤的劳作，然后就是帮我们把这个美丽的家园建设得非常好，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安心很安逸，所以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是，特别敬畏他们。但是生活在长沙，他这工作这么辛苦，他还说，哎，我很幸福，这是一个幸福指数很高的城市。对，哎，就是不管你是哪里人，只要生活在长沙，就是长沙人。非常幸福的一个短视频。我们三组呢是不一样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主题和表达。那么现场呢有200位观众，他们呢都是长沙人或者生活在长沙的外地人，对长沙有自己的了解。那么马上呢，我们200位将对这个自己喜欢的短视频进行投票。那我们也是两期现场点赞数最高的一组的达人，将成为微视快乐大使的候选人。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分钟投票，大家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好的，现在呢，我们长沙站的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马上呢来看一下我们长沙站最后的投票结果，请看大屏幕。我觉得应该是靠作品来说话，不是靠人来说话的，我挺满意的。我是以特效为一个脉络把这个故事穿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很棒。我觉得我对作品还挺满意的吧。啊！我这一次，快乐哆啦咪合作伙伴，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微视快乐哆啦咪，待会儿见。微视快乐哆啦咪，
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刷刷刷刷威士快快快快开心的威士冠名播出的快乐哆来咪。我们马上呢来看一下我们长沙站最后的投票结果，请看大屏幕。我觉得应该是靠作品来说话的，不是靠人来说话的，我挺满意的。我是以特效为一个脉络把这个故事穿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很棒。我觉得我对作品还挺满意的吧。我们又赢了，不可能啊啊这啊。恭喜大老师和纯子这一组在长沙站获得了第一名，恭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让我感受到了我们的长沙 S 爱，哇，真的是爱，哇，太厉害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出乎意料啊，因为我一直以为那特效师跟杨迪他们一定会赢的，因为他们有那么大的特效。对，然后我个人认为，我们所谓能赢得这些票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比较真切的。而可能就是说，也是我对长沙第一次这么深的一个了解，一个长沙爱的感觉。对，那么这次我们在长沙站拍摄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那么下一站我们将要去到的是新疆的阿拉尔。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我们的口号是刷刷刷刷威士，快快快快开心。快乐哆来咪提醒您下期看点。那这一次呢，我们来到新疆阿拉尔市。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世上有朵美丽的花，这里有什么花？那是棉花呀，一片花亮，一片花亮。我们去滑沙怎么样？你不害怕啊？飞机都开过，怕啥？会翻吗？这个？可是毕竟我还是个女的，我还没生小孩呢，我还没结婚呢。来了。我为什么滑不动啊？你说阿拉尔，他们说以前沙漠是不是以前他们来的时候就这样？天当被，地当床。1961年3月20号，在新疆这片土地上有很多东西是不可能种出来的。这里有好多五湖四海的人，这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是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我的爱也是在这里找到的，我的朋友，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扎根在这里。带走了我的青春，留下了我的东风。快乐哆啦咪合作伙伴，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威士快乐哆啦咪，待会儿见。威士快乐哆啦咪，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刷刷刷刷威士快快快快开心的威士冠名播出的快乐哆啦咪。CSR，C 就是渣 ，S 就是耍，在一起就是爱。